好，今天是韩服更新新版本的第一天，然后来看一下它的17周年活动，叫冒险岛宾馆。它这是金立奇他自己建的一个新的宾馆。这边是他们宾馆的外围的风景。这是凯莉，他们这边冒险岛宾馆的大部分职工都是来自金海滩的那一帮人。然后这个是他这个，这是他的一个技能和他的奖励界面。他这个是 VIP 成员的一些内容。然后呢，你获得这个 VIP 的成员积分，你会升级之后会获得积分，然后去获得，然后就给他这个升级。然后他这边有他的等级是 Classic、Elite、Premium 还有 Prestige。然后 Ellie 的等级它会有这个经验值和金宝石，然后 Premium 会有这个选择性神秘徽章100个，最后这个 Prestige 会有台风城的庙。它这边也有9个技能，要升级的时候获得技能积分去给它升级。然后先来看一下他这个，他这边有特别多的这个商店，他死的，先看这个 Pastner。他这个 Pastner 的商店，他是直接用17周年的硬币来买，
我来看一下它各内容。Classic 等级，它这边卖的是双倍经验值券、倾向成长必要。这个雕坠蓝扩展券、选择蓝扩展券、SP 重置卷轴、AB 重置卷轴、保罗布利托、世界地图传送、100个超级药水能力、能手册20、能手册30、自由转职硬币、灌木农庄的宝石7个、无限疲劳药水、未知怪物蛋。然后 Ellie 的等级就卖2个，一个是选择性神秘徽章1个，然后就特殊荣誉勋章 Premium 卖2个箱子，一个是未知选择型神秘徽章的箱子，然后就未知特殊荣誉勋章箱子，它是会给这个随机的数量。最后这个 Prestige 卖选择型神秘徽章10个，然后就特殊荣誉勋章10个，混沌还原器。然后这个是 Membership 的一个商店。它这边也是跟这个17周年的硬币挂钩的。然后 Classic 等级它这边卖的是强大涅槃火焰，这个巨匠，不知道是巨匠还是工匠之魔方，这个是奇异潜能，这个变化魔方，这个 A 级潜能卷轴、附加潜能卷轴、金锤子还原卷轴，这个潜能印章，这个附加潜能印章。然后这是角色栏，一共5个核心宝石，这个永恒涅槃火焰，这个你的紫色魔方，这个宠物的攻击力和魔力的卷轴，未知核心宝石箱子，也是开随机个数的。然后 Premium 等级，它这个前面标注了一个 Karma， 它这是带着 K 的，它是给那些，它是给不可交易的道具使用。它这是 Karma 永恒涅槃火焰，这强大涅槃火焰、紫色魔方，不知道巨匠还是工匠，工匠之魔方是吧？这未知，奇异潜能变化魔方，然后这个是还原卷，那混沌卷轴，混沌卷轴，混沌卷轴，下面 Prestige 卖的都是箱子。都是5个的套装，这个是卖永恒涅槃火焰的套装，这个是卖强大涅槃火焰的套装，这个是红色魔方的套装、黑色魔方的套装，然后这个是附加潜能魔方的魔方套装，这是核心宝石的套装。
看一下他这个金利奇，他这边是金币商店。它是完全可以用金币来，它是完全可以用金币来购买它这个道具，然后不是免卖的一些椅子，这也是椅子一个，也运动鞋的椅子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虫子，这都是七种，然后选择性神秘徽章10个，这个混沌卷轴60%，这个是一个箱子。Of maple 东西的 is a sunset green，它是一个椅子的选择券，这也是个椅子，一个木马，旋转木马，然后这是一朵花的奇种，这个是一个。好像一个奔跑图案的一个棋手，然后后面卖的是永恒涅槃火焰和强大涅槃火焰，然后这个是15星的星之力强化卷轴。然后再看一下。看一下这边也是有一些商店，还是估计，他这边卖的都是一些椅子跟一些时装类有关。然后 Classic 等级，他卖的是一些。在外面那个地图是可以用来获得积分或者是经验值的一些椅子，它是可以用金币购买。然后这些就是关于以往周年庆的一些套装，这个就是贵族套装，好像是12周年，然后是13周年的。Galaxy 14周年，然后 Trendy 15周年那个番街，15周年番街，那这个应该是13周年，然后是新复古是16周年的那些套装。包括 Neutral 英雄的一些时装的选择券，然后 Elite 它这是一个它的道具的券，它跟现在的一个鬼怪夜市是一样，你要购买10个才能获得右边这里的道具。那这个是莅临的机器人，这是一个黄金水晶的单元皮肤，你要买10个才能获得右边的道具。这是巴坎斯的 Essence。它是一个，它是一个时装类的
箱子。然后这也是莉莉，但是她跟她相比，她的臂数是少了。她也是十七周年要这个纪念币的数量是她一半。然后 Prestige 这边卖的是伤害皮肤，这颜色 Color Light。一个皮肤，然后这是一个椅子，一个机种，然后就是伤害皮肤的转移，这个、提取器，提取器，然后这个是关于一些戒指类的。这也是活动专属的，活动专用的戒指用的魔方。这是混沌戒指，这漆黑探险家戒指。然后穿上它是有这个暴击伤害。然后就是后面都是一些常规的戒指，有这个联合戒指、宇宙戒指、复仇戒指，还有这个弗里德的戒指，包括他这些专用的石头都有，所以这次的活动还是挺丰富的。然后看一下他这个活动，好像 VIP Membership VIP 成员，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技能界面。然后他现在他接受这个任务的话，他会给你一个技能，他会给你两个技能，一个是要求你去打怪激活，然后获得积分的，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VIP 的技能。然后你每天集满了他这个纪念币之后，他会给你这个 VIP 券 VIP coupon。 然后他这边也是有另外一个商店，那你就要用他这个 VIP 的券来购买他的道具。然后他这边也是有特殊荣誉勋章，然后角色蓝扩展券、金锤子、还原卷轴、SP 重置卷、AB 重置卷、选择蓝八格、双倍经验值券，然后潜能印章、附加潜能印章、保罗布利托入场券，然后是世界地图传送、超级药水500个、能手册20、能手册30、怪物农庄的宝石7个、无限疲劳药水，都是很常规的东西，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挺实用。然后从它这一个大厅的右边上来的话，这边是有三个 NPC， 这个就是金立奇，他负责的是一张牌，
一张牌游戏，然后这个是联盟小姐，她是负责这一个无边际泳池的一个活动，然后你收集100个纪念币，然后给他，你在141到199这个等级范围，他会按照一定的概率随机提升你的等级的。然后活动持续到6月10号，然后最右边这个就是你去打这个椅，拿这个椅子，然后根据你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就获得你的积分，它是不记在每日的上限里面。Thank you.
就是说你集满它这个币之后，它这上面，那也就是说你要5天时间才能达到艾利这个等级。然后我去泳池看一下。 升2级。 好， 他说要达到 Ellie 这个等级才能够使用。 나 끝으로 지금부터 내 영웅 불로써 명한다 돌아와 내 영웅 돌아와라 불로써 뒤쓸어라 돌아와라 불로써 지금부터 내 영역
然后他这个这里有九个技能呢，分别是攻击力的 boss 攻击力的那个伤害，怪物的无视防御力，这是 HP MP 还有全属性，这是增益时间会增加，这是暴击率，然后这个是一般怪物的伤害会增加，这是神秘徽章的神秘力量会增加，这个是获得的经验值会增加，那这样子你每一次给他这个200个币的时候，他会获得一个点数，同时你会获得一个技能点数，这样子你最终的话，你要做27次才能够获得所有的技能点，所以这个这边就先看到这里。那这边的积分的也就是一个打怪一个小游戏，然后一个打右边这个小 boss， 还有就是坐椅子，其实就这几种方式，还是比较简单，但是用起来的话那商店也比较多，而且还可以拿去升级，所以有十分建议的话，可以几个角色一起搞一下也可以。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暂时先看到这里，后面要是开了其他内容我再看。